这个 T 这边已经出来一点点红的了，就是 positive。今天已经咳了一天了，还可以。早上咳得比较厉害，然后吃了止咳糖浆，喝了大量的水，就是觉得口干，就是喝了很多水，还是觉得口干。这个 T 这边就是一点点红疹。说明就是不，还不是很严重。现在大概10分钟，T 这边已经看还是那么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感冒症状。喉咙特别疼，和疼别痒，然后想喝水。我这个还不属于很严重，然后到明天再测了看。